Hi there. I'm glad to see you again. I'm Miss Bai. Children like to call me Miss Tiana. I'm a Chinese teacher in Molo. Today, I'd like to introduce the content of Chinese class in November to parents. This month, we learned about the names of animals. Children like animal best. We learned some farm animals and some wild animals. I imitate the sounds of various animals. Describe their habits. Show pictures. Show animal models. Recite children's songs and watch videos of real animals in class. Children like them very much, and the learning process is very happy. First of all, I use some word cards to teach some animal names. For example, 狗，小狗汪汪叫。猫，小猫喵喵喵。母鸡，母鸡咯咯哒。母鸡可以下蛋，那鸡蛋孵化后就变成了小鸡。小鸡，鸡鸡鸡。公鸡，公鸡喔喔叫，早上起得早。小鸭，小鸭嘎嘎嘎。这是小鸭的妈妈，鸭妈妈，鸭子。鹅，大白鹅。那中国有一首古诗是描写鹅的，让我们来背诵一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那这首古诗就是描述白鹅在水面上游泳的样子。兔子，白色的兔子，我们可以叫它小白兔。那还有一首儿歌是描写小白兔的，那我们一起来背诵一下。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蹦蹦跳跳真可爱。小白兔非常的可爱。老鼠，老鼠吱吱吱。松鼠，松鼠最喜欢吃松果。小鸟，小鸟飞呀飞。青蛙，青蛙呱呱呱。猪，小猪呼噜噜。马，马喜欢吃草，跑得也很快，是人类的好朋友。绵羊，绵羊咩咩叫，绵羊的身上有厚厚的羊毛。奶牛，奶牛哞哞哞，奶牛可以挤出很多的牛奶，我们每天喝的牛奶就是奶牛制造的。猴子，猴子最喜欢爬树。狮子，狮子是很凶猛的动物，嗷嗷的叫。
老虎，老虎也是很凶猛的动物，老虎的身上有黑色的条纹。豹，豹跑的速度非常的快，也很凶猛。狼，狼也是很凶猛的动物，在很多的童话故事里都有关于大灰狼的故事。狐狸，狐狸是很聪明而狡猾的动物。熊，熊很可爱，它在向我们 say hello。熊猫，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它喜欢吃竹子，熊猫非常的可爱。大象，大象有长长的鼻子，白白的象牙，大大的耳朵，大象很大。长颈鹿，长颈鹿的脖子很长很长，它长得很高。 And I also use some animals models so that children can learn better the name of animals in Chinese. For example, 嘎嘎嘎，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鸭子。你好，你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我走起路来左晃右晃，叫起来嘎嘎嘎。你们喜欢我吗？那小朋友们，我今天带来了很多小动物朋友，你们想认识一下吗？那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些小动物们吧。咕咕咕咕，大公鸡来啦！大公鸡每天起得早，喔喔叫，咩咩咩。哦，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绵羊，我的身上有厚厚的羊毛，你们可以用我的羊毛来做衣服，做被子，非常的暖和哦。我喜欢吃草。小朋友们，请记住我的名字，我叫绵羊。咩，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猪。我今天穿了一件粉色的毛衣，戴了一顶粉色的帽子。小朋友们，你们觉得我漂亮吗？我是一头粉色的可爱的小猪。我每天就喜欢吃。我吃完了之后就喜欢睡觉，等我睡醒了，我还是喜欢吃。虽然我很懒，可是小朋友们，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喜欢我哟。哦，请记住我的名字，我叫做猪。小朋友，你们好，我是马，我跑得很快哦，人们都很喜欢我，我可以帮人们做很多的事情，我可以帮人们拉车，人可以骑在我的马背上，我可以带你们去很远的地方，我也喜欢吃草。呼，小朋友，请记住我的名字，我叫做马。
Murr, murr.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奶牛。小朋友们，你们今天喝牛奶了吗？你知道吗？你喝的牛奶都是我挤出来的哟。我可以挤很多的牛奶，喝我的牛奶，每天都会很健康。Murr, 小朋友记住我，我是奶牛。Murr, 小朋友们，我是老虎，我很凶猛，看我的身上还有很多黑色的条纹，我很喜欢吃肉。小朋友们，请记住我的名字哦。咚咚咚咚，小朋友们，我是大象，我有大大的身体，长长的鼻子，大大的耳朵，雪白的象牙，我还有粗壮的腿，像柱子一样，还有细细的尾巴。小朋友们，我是大象，请记住我。哦，小朋友们，我是狮子，我是 king， 我是狮王。我的头上有长长的鬃毛，我跑起来非常的快，我也喜欢吃肉，我也很凶猛。小朋友们，请记住我，我是狮子。哦，好啦，小朋友们，那我们的这些动物朋友就介绍到这儿了。你记住他们了吗？我们以后还会学习更多的动物。那今天这些动物朋友，请你记住他们吧。好啦，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儿。See you next time. 好啦，再见，小鸭子，谢谢你。不客气，再见。I also let the children learn to children's song about the names of animals and the dance movement with them. For example, 小狗小狗汪汪汪，小猫小猫喵喵喵，绵羊绵羊咩咩咩，小兔小兔蹦蹦跳，青蛙青蛙呱呱呱，奶牛奶牛哞哞哞，小鸡小鸡叽叽叽，小鸭小鸭嘎嘎嘎，小鸟小鸟飞呀飞，小猪小猪呼噜噜，老虎狮子嗷嗷嗷，小熊小熊走来啦，咚咚咚。 Okay, children very like this children's song. We also watch videos of real animals. For example,猜猜这是什么动物？奶牛，奶牛。猜猜这是什么动物？狗，狗。
猫。猫。什么动物？绵羊。绵羊。Okay, because the video is so long, I can't show all the videos here. You can check this video link. Please see this link.Below the video. Thank you. And another video is wild animal's name. 野生动物。大象，大象，猴子，猴子，老虎，老虎。Okay, this video link below the video too. Please check it online. Thank you. Okay, I also play some games.With children. One of the games is let them guess the names of animals. For example, guess who I am. 猜猜我是谁。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都有谁呢？哇哦，这是橙色 orange color. What is it?这是什么？它嗷嗷的叫，它是百兽之王，特别的威武。那小朋友，你猜一猜，它是谁呀？那让我们来看一下，揭晓答案。哇哦，原来它是狮子，兽中之王，真威武，狮子。哎，这是 gray color, it's 灰色的。那这个小动物吃东西咔嚓咔嚓的。它爱吃萝卜，还耳朵很长，是什么呢？嗯，你猜到了吗？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哇哦，它是一只小兔子。嗯，小兔子的耳朵长长的，爱吃萝卜和青菜。诶，这是什么呀？这么漂亮的颜色是粉红色的 ,pink color. What is it? 它呼噜呼噜的，吃饱睡觉真舒服。这是谁呢？
小朋友，你猜猜看。对啦，它是猪。猪喜欢吃和睡，对不对？这是 black color， 黑色的。它是谁呢？它叫起来喵喵的叫。老鼠见到它就都跑掉了。它是谁呢？小朋友，你猜猜看。对啦，它是小猫。猫。小猫是捉老鼠的能手。这是谁呀？这是绿色的 ，light green， 浅绿色。它叫起来呱呱的叫，是消灭害虫、保护庄稼的能手。那小朋友猜猜看是谁呀？对啦，它是青蛙。太棒了，小朋友们，你们都猜对了。真很棒。 Okay, and another game is I said the name of the animal and asked the children to imitate the animal's voice and movements. Children are interested in playing games, which also strengthen their memory of animal names. I also read some picture book about animals. For example,这本书的名字是尾巴不是用来扯的 Tails are not for pulling 那这本书是告诉我们要如何保护小动物不能伤害小动物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在这一页书上有小狗、小猫、鱼和小鸟。那这面还有一只小老鼠。那如果宠物会开口说话的话，你觉得它们会说些什么呢？小猫会说喵喵，小狗会说汪汪，小老鼠会说吱吱，小鱼会说咕嘟咕嘟，小鸟会说叽叽喳喳。那这些叫声是什么意思呢？那大概就是小猫说喵喵，毛皮是用来抚摸的，不能抓。这只小兔子说，耳朵是用来听的，不能拉。这只小鸟说，羽毛是用来梳理的，不能拔。这是两只小仓鼠。小仓鼠说，鼻子是用来触碰的，不能戳。小狗说，背是用来挠痒痒的，汪汪，真是太舒服了。还有尾巴不是用来扯的，你看，小狗有尾巴，小兔子有尾巴，小猫有尾巴，这是壁虎也有尾巴。小老鼠也有尾巴，小鸟也有尾巴。So the tail not for pulling， 尾巴不能扯。如果你扯了它的尾巴，它会很疼的。如果宠物能开口说话，你觉得它们还会说些什么呢？大概是，小猫说，嘿，我的碗空了。快给我一点吃的吧。小狗说，嘿，主人，
请用这根绳子带我出去散步吧。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最重要的，宠物是需要爱的，而我们不能用来捉弄它们。Need we love them? 哪些行为是捉弄宠物呢？就是当你对宠物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小狗想玩玩具，而你却把它的玩具拿走了，小狗会很生气。那比如说小仓鼠，它装满食物的碗被你拿走了，它没有食物了，它也会很生气。小猫说，如果你追我，冲我嚷嚷，还踢我，我会很害怕的。如果你要是装出一副要打他们的样子，那他们也会很难过。想想看，宠物被捉弄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小狗说，真让人害怕。小鱼说，真是莫名其妙的。小兔子说，我想躲起来，离你远远的。小仓鼠说，我很难过。其实你自己会有什么感觉呢？你会很开心吗？ No， 宠物会离开我，离得远远的。其实这么做一点儿也不好玩，捉弄宠物后感觉很糟糕。当你捉弄宠物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宠物可能会试着警告你，嘶，嗷，他们会警告你。那是宠物在说，不许碰我， Don't touch me。 无论宠物有没有毛皮、羽毛或者鳞片，它们都是有感觉的。如果你对宠物不好，它们会很受伤的。如果你用力的去对它们的皮毛，它们也会很疼的。如果你想摸一摸别人的宠物，要记住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先征求主人的意见。你要对主人说，我可以摸你的宠物吗？如果主人同意了，那你就可以摸他的宠物。如果主人不同意，那你就不可以摸。要表明你是动物的朋友，你可以慢慢地伸出手，轻声和宠物说话，温柔地抚摸它们。Soft touch， 慢慢地、轻轻地、温柔地抚摸它们，小动物会很舒服，也很开心。你可以从头到尾的爱抚你的宠物们，但是千万别忘了，尾巴不是用来扯的，它是用来摇晃的，对你表示喜欢的。所以呢，我们要爱护宠物，要爱它们，不要去对它们做不好的事情。这样，所有的宠物才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And another book， 这是一个绘本阅读。这个故事呢，它的名字叫《小乌龟上幼儿园》。这是小乌龟
小乌龟第一天上幼儿园，幼儿园里的小伙伴们，小乌龟一个也不认识。它害怕地把头、手和脚通通地缩进了乌龟壳里。这时，小青蛙走了过来。咦，这是什么东西呢？嗯，它不知道这是什么。小青蛙爬上乌龟壳，在上面跳来跳去，太好玩了。小青蛙很高兴，但是小乌龟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嗯，它一定是不舒服的，对吗？嗯。这时，一只小鸭子走过来，咦，这是什么东西？它拿起鼓槌，在乌龟壳上敲啊敲，又嘎嘎嘎的大声唱歌，太好玩了。小鸭子不知道这是乌龟壳。这时又来了两只小鸡，咦，这是什么东西呢？它们一起在乌龟壳上画画，还在上面抢蚯蚓，太好玩了。嗯，小鸡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可是这个时候，小乌龟在壳里忍不住哇哇的大哭起来。哼、小青蛙、小鸭子和小鸡都吓了一跳。啊，它会动，会哭，还会说话呢。原来它是一只小乌龟。这个时候，小鸭、小鸡和小青蛙就都知道了这是一只小乌龟了，所以呢，他们成了好朋友。那之后，他们又组成了一个乐队，在一起唱唱跳跳，开心极了。所以，读了这本故事，那让我们知道，我们也要爱护小动物，不能去伤害它。就像我们小朋友之间也一样，我们要成为好朋友，不能互相欺负。Okay, this is my teaching content in November. Let's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a happy bilingual environment for the children. You can review the Chinese lesson in your home.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See you next month. Bye!